今天要分享一个是我的朋友借给本人的一款特约款的杯原子，总计是8款，然后是之前会场限定款的杯原子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杯原子展览上的限定款的8款，然后总计是8色。实际上他们的造型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啦，就唯一差别其实跟另外一个这个系列的商品最大不同，就是他们连头发都是跟衣服是新款的颜色，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然后颜色刚好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，哎，对，哎，所以对啊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所以总共是7款才对，我说错了，对啊，总共是7款啊，彩虹款的边，然后这个是蓝色的。就以姿势来讲，这一款个人还觉得不错，但就是真的颜色都不一样而已。然后注意看它的那个 logo 是在屁股这里，然后鞋子也是跟着衣服一样的颜色了，这是紫色，然后这是橙色。再是绿色，再是黄色，这是会场限定款的7款。有兴趣的朋友，哎，可是杯原子好像目前台湾，他好像没有去，按道理讲，他应该会去高雄跟台中展览，可是目前好像还没移下去，还是还在做准备，可能就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个他们的光。